各位城寨嘅观众，呢、这个星期三广场咧就系去到啊，我哋二零二二年全球危机同埋应对嘅第七集啦。咁第七集咧就主要咧就系讲啊中国经济。咁咧就星期一我哋就讲咗啊呢个全球分裂成为两条供应链，咁就系二零二二年啊，特别系呢个嘅科技领域里边啊。 呢個兩條供應鏈，咁實際上執行起上嚟會係點呢？咁樣咁我就話呢個要睇美國嘅企業同埋政府嘅決心啦。因為咧要戒毒咧就唔係咁容易。咁中共喺呢個嘅科技製造業嘅佈局咧係有一個好長遠嘅一個一個心思喺度。咁好多人話喂，共產黨係咪咁勁啊？咁樣有冇誇大啊？咁樣嗱，咁我自己想有少少嘅睇法補充下。

咁主要咧就系讲呢个嘅跨国企业本身啊，控制咗呢个嘅诶拉丁美洲嘅一啲嘅产业政策，咁从而令到啊成个拉丁美洲嘅发展咧就系依赖呢个核心地区，即系以欧美为主嘅呢啲嘅先进工业国家，咁就造成一种依赖嘅发展。咁但系四小龙模式点样突破咗呢个诶依赖发展咧？咁样咁就在于佢哋嘅政府嘅角色啦。 就係我哋稱之為一個叫做 developmental state，一個發展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嘅一個政府。咁嗱，以往喺一九七九年之後呢，其實喺成個八九十年代呢，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呢，就喺、是、中共嘅官方文件裏面呢，就不斷會提及嘅。咁咪好耐冇出現過啦！習近平上場之後，咁最近嘅中央經濟會議呢。 就又再中央經濟誒工作會議又再提翻出嚟啦，就係、是、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咁我哋喺學術上就稱為一個 developmental state，一個以發展導向嘅一個政府。咁就唔係搞分配啊，唔係搞其他意識形態嘢，而係搞經濟發展。咁呢個四小龍模式包括誒、呃、日本、韓國、台灣同埋呢個新加坡。咁嗰個都係以喺八十年代嗰種嘅。 執政啊，無論佢係民主與否啊，台灣係一個威權體制啦，新加坡係啦，香港係殖民地體制啦。咁南韓喺呢個嘅朴正熙年代咧，所實現嘅呢個漢江經濟奇蹟咧，都係一個獨裁政府下邊嘅一個產業政策。咁呢種產業政策咧，就係咩咧？就係以啊一個所謂由呢個誒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嘅一個保護主義其實。 亦亦都係一個所謂 unlevel playing field，一個不公平嘅競爭政策，就係、是、通過官方去 pick up 一啲嘅產業作為一個國家競爭嘅策略，咁然後咧就先就係補貼，然後就阻止外國市場進入，即、就、係、是、外國嘅企業進入呢個市場，譬如韓國嘅汽車製造業，好明顯就係日本嘅汽車業都係一個所謂嘅保護主義下邊嘅產物。 咁美國係用九牛二虎之力去逼呢啲國家開放佢哋汽車市場，咁但係到佢哋嘅產業未成熟、未有自己品牌、未有競爭力之前呢佢就保護起自己市場嚟。咁然後跟住到發展到成功啦，就開始出口啦。佢哋出口競爭，參與全球嘅競爭。咁所謂由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啦。進口替代就係誒唔需要用 G M 嘅車，我有國產嘅萬事德，有呢個嘅誒、呃、韓國嘅誒呢個誒。呃 誒 Kia 同埋呢個誒、呃、現代咁樣寬大，咁又唔需要靠美國車啦，將佢自己保護起上嚟。咁呢個就係而家中共用緊嘅咧，就唔係一啲乜嘢嘅新鮮發明，我覺得就係、是、將亞洲四小龍喺八十年代嘅產業政策移植咗過去。咁而共產黨就係一個所謂 developmental state，一個以經濟發展為核心嘅一個咁嘅政權。咁咧就通過保護市場，誒、呃、無論佢即使係二零零一年加入咗 WTO 之後咧。 都系用一種嘅誒各種各樣嘅所謂大門開小門唔開嘅政策咧，就係、是、卡住啊外國嘅企業進入去中國市場。咁於是咧就係形成咗一個自己嘅空間。咁點樣去加強自己嘅品牌啊等等咧？除咗強制呢個西方嘅進入嘅企業進行技術轉移啦，誒，亦都係包括由國家嘅行為啦去壟斷非洲嘅，譬如我哋講嘅呢個鋰電池生產裏邊所需要嘅股啦。 咁就亦都系牽涉到就係點樣去扶植呢個嘅汽車電池工業啦，呢、这個寧德時代點樣成為手握一指嘅呢、这個、呃、全球啊，而家係最大嘅呢個嘅電池生產商。咁後面全部咧都係有呢個國家隊嘅呢個影子喺度。表面上佢係民營企業，咁啊亦都利用到呢個嘅資本市場上市嗰陣時咧，就去誒、呃、擴大佢哋嗰個嘅。 誒、呃、資產去收購國際嘅一啲嘅誒，無論係礦場、礦床啊，或者係一啲嘅科技企業咁樣。咁所以咧，呢個喺電動車嘅競逐、清潔能源啊等等呢方面咧，就成個佈局咧就係亞洲四小龍嘅模式。只不過因為中共嘅 scale 好大，所以咧就特特別引人注目。譬如亞洲四小龍，佢冇辦法去到剛果去去收購嗰啲古礦啊嘛。但係佢扶植自己嘅晶片業啊、電誒。呃 電電池業啊等等咧，佢都係有，譬如日本就係呢個嘅我哋 Miti 咧叫日本嘅通產省啦，咁就係一種嘅官商勾結嘅模式嚟嘅啦。呢、这個咁中共係咩咧？中共就係用官商一体啦，因為佢嘅產業政策背後係有官方嘅優惠啦、補貼啦，同埋一啲政策性銀行嘅貸款啊。咁韓國就係用財閥嘅模式啦，譬如寬大現代集團。 譬如日本就係由明治維新之後所出現嘅三零啊、三井啊、住友啊、安田啊呢啲嘅大型嘅財富嘅模式。咁二次大戰之後崩潰咗一部分，但係有啲仲係喺度嘅，譬如三零咪就係咯。咁有啲就係二次大戰之後崛起嘅啦，譬如豐田啊等等這些但是呢啲。咁但係咧，佢呢種嘅官商一體咧就唔係中共嗰種嚟嘅。嗱，佢雖然咧都係有官商勾結，譬如啊，通產省嘅官員同呢啲誒三零企業嘅人。 咁但佢哋係咩咧？好多時係同學啦，學弟同學長啦，嚟自東京大學畢業噶啦。咁啊呢種嘅人脈關係就令到日本嘅通產省同呢個嘅譬如三嶺嘅管理層咧，就係一種打龍通啊。咁好多時亦都係咧，就政策性貸款喺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咧，大家睇到啊，呢啲財閥之間啊，因為找唔到數啊嘛，咁就被揭發好多呢啲咁樣嘅官商勾結嘅醜聞。咁中共咧就係佢官商一體。 嗱，我頭先講三嶺三井好，或者係呢個豐田好、本田好，或者又誒韓國嘅起亞、現代等等。佢後邊呢，其實佢係商嚟嘅，雖然佢同官有密切嘅關係，但佢始終係兩個獨立國體，即係馬雲同共產黨嘅關係啦。但係官商一體係咩呢？就係、是、呢個曾旭群所控制嘅呢個寧德時代，其實佢係 k e e p e 嚟嘅。後邊喺佢嘅始創嘅過程，所包括收購 DDK 日本嘅呢個東京。 誒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嘅汽車電池部門呢一下，其實已經有官方嘅手指模，然後跟住到佢上市嗰陣時，後邊原來嗰啲投資者現身咧，就係江澤民家族啊、温家寶家族啊，甚至係呢個拜登家族啊等等咁樣嘅一種嘅產品嚟嘅。咁所以佢唔係純商嚟嘅，佢係官商一体。官商一体就同官商勾結係唔同。官商勾結係兩個 entity 兩個實體，大家勾結埋一齊。 官商一睇根本就系官与商，就系揾咗个 k e e p e 嚟，由个 k e e p e 去 manage 间公司，咁就我哋叫做咩呢？晚清自强运动里边嘅官督商办，譬如招商局集团，好早期嘅系创于晚清李鸿章。呢、這个轮船招商局招商局嘅管理就由呢个盛宣怀去做，盛氏家族盛宣怀，但系后边就系李鸿章嘛。所以官督就系个官先至系话事嘅，商办就系 operate 嗰个人。 就用商業模式去運作，咁就為之官督相辦啦。咁嗱，呢個咧就係中國嘅產業政策嘅，我頭先講嘅歷史追溯，啊，日本嘅明治維新啊，南韓朴正熙年代嘅漢江經濟奇蹟啊，或者係蔣氏父子嘅呢、這個嘅，誒、呃、台灣嘅呢、這個誒、呃、科技製造業啊，新竹科學園啊，科技起飛啊等等咧。咁佢就係一種所謂嘅，仍然係保持住一個商嘅角色，官同商係兩個唔同嘅實體嚟嘅。 咁但系中共呢种产业政策，因为佢個 scale 好大，所以咧你睇落去就特别瞩目啦。咁但系啊，正正系因为佢有一个诶、呃、官方嘅 mastermind 喺背后咧，所以佢哋嘅产业竞争嘅策略咧就会有好多优势，特别系参与国际竞争嗰阵时，佢先挡住你入嚟，然后再谷佢出去竞争啊嘛。所以咧就我头先讲啦，譬如喺呢个未来嘅电车制造业，拜登嘅振兴美国经济里边咧。 其中一個咧就係重點發展就係電車製電動汽車嘅製造業。咁電動汽車製造業嘅成本裏邊咧，喺個成本結構裏邊咧，其實佢最重要嘅咧就係嚟自呢個汽車製造業嘅電池啊，電動汽車嘅電池。咁中國咧就一早睇到呢組清潔能源嗰個重要性，於是咧就大量投資扶植咗呢、这個嘅誒寧德時代去成為世界第一，第二就係 LG。 誒呢、呃這個韓國嘅企業，第三就係日本嘅 Panasonic。好啦，咁就誒、呃、節目裏面好多人提出就係話，其實唔係嘅，這個、呢、就是、是個 Tesla 咧就係唔係用呢個锂古電池嘅，亦都唔係用寧德時代嘅，佢哋自己有好多嘅電池供應商嘅咁。咁我就啱啱再去揾咗一個資料補充俾大家睇啦，就係、是、韓國嘅經濟日報 Korean Economic Daily。 咁啊，Corea Economic Daily 里边嘅咧就系报道啊，南韩嘅一间调查公司叫做 SNE Research 喺十二月二十三号一个调查报道里边咧，就系话 Tesla 最近啊所落嘅明年即系二零二二年电动车用电池嘅新订单系如果系五十五个 GWh 嘅咧，就系全部由大陆嘅企业夺得，包括 CATL 宁德时代、BYD 比亚迪。 就分別攞咗四十五個 GWH 同埋十 G 不 GWH 嘅訂單，而佢哋所攞到嘅訂單量啊，呢、这個係韓國嘅調查報道，那個訂單量係可以生產一百万台 Model 3同 Model Y。咁另外就係中國第四大廠國軒高科日前宣布同美國某家車廠簽訂電池供應長約，就喺二零二三。 同二零二八年期间供应二百 GWh 嘅电池业业界推估呢间美国车厂就系 Tesla，即系话二零二二年嘅电动车嘅电池诶喺五十五 GWh 同埋呢个诶十、呃、个 GWh 四十五同十嘅话就由宁德同埋比亚迪攞到而喺二零二三到二零二八呢五年供应二百 GWh 嘅电池就系由呢、這个。 国轩高科攞到都系大陆嘅企业嚟嘅，咁所以我就话好多人话诶、欸、，Elon Musk 冇咁蠢嘅，我觉得佢唔系蠢，佢唔系精同蠢，佢系睇成本嘅啫。我觉得睇下边度嘅电池供应系平，佢就去边度。咁所以我就话，如果你要供应链脱欧呢，系有一定嘅困难喺度。咁而呢个嘅难处就系在于，因为中国嘅嗱，因为佢喺上海嘅 Tesla 就系已已经。 去到二零二一年就完成一百個 percent 本土採購，即係話佢嘅零部件所有嘅嘢係喺中國大陸嘅供應鏈提供嘅。咁所以你話如果脱歐，即係話呢 iPhone 啊 Tesla 要離開中國生產咯嗱，你睇到 iPhone 喺印度又停咯，行下停下行下停下個問題就係因為你唔係淨係工人啊嘛，我就係話好多時候中國大陸即係你誒，我記得有一次我哋十幾年前咧，我去呢、这個。 誒、呃、深圳嘅大芬村啊，呢、這個油画村都好出名嘅，就係、是、供應全世界嘅油画，就可以訂購啊咁樣。咁、嗯、我有個朋友叫我叫惠州梵高，咁、嗯、佢就一個惠州人，就喺嗰個村里邊租咗間屋，喺間屋裏邊就係佢嘅畫室，咁、嗯、就每日瘋狂咁畫呢個梵高嘅作品，咩向日葵啊、誒、呃、Potato Eater 啊等等呢多呢呢啲咁嘅作品，咁、嗯、咧就。 佢成日同我讲，佢话佢叻个梵高，点解呢？我问佢，佢话梵高汉日葵一生人画咗一张，我一日画几张咁样。咁啊，深圳梵高嘅画就好平，其实。咁但系点解佢可以咁平呢？咁啊，于是呢，我就去探佢嗰阵时，有阵时就喺附近嗰啲地方行，我揾嘢食啊咁样。咁你见到呢，就系成条街一间呢，就系成条街都系卖画框嘅，包埋嗰啲扣，诶嗰啲挂画嗰啲威亚等等，嗰嗰类嘅拍市。 咁另外一條街系賣咩咧？畫布同油彩嘅畫筆嘅。咁呢個就係所謂嘅即係供應鏈啦。即係深圳梵高一條友，佢喺廣州美術學院畢業。咁咧佢就匿喺屋企裏面，佢就地落樓下，佢老婆就可以去採购晒作為一個水貨畫供應商所需要嘅原材料啦。然后佢今日一張訂單喺美國嚟嘅，就話喂加州要二十張呢、這個嘅 Water Lily 咁樣莫奈嘅風格咁。咁佢話得，我雖然畫開梵高。 但系我都識呢個莫奈嘅風格嘅，好大張嘅 Waterlily 我睇住佢畫兩個中華完所有顏色材料全部即刻採購，因為佢用開畫梵高嘅就係嗰類嘅色系，但係如果你畫莫奈嘅作品就另外一啲色系，咁啊即刻買翻嚟嘅可以，即刻釘，仲有 Fourier 喺晒樓下，即刻裝箱，即刻運去美國。呢、這個就係所謂中國供應鏈強大嘅地方啦，淨係一個大芬村嘅油畫村。 就睇得到啦，即系當時我覺得好 amazing，真係。咁呢個亦都係你冇辦法唔去去，即系咁容易去戒毒呢，就係、是、唔容易嘅，真係。因為正正就係中國嘅供應鏈有佢呢個吸引嘅地方。你落户墨西哥咩？或者你搬去其他嘅國家去做呢個嘅生產嗰陣時呢，你就遇到呢啲難題啦。包括印度，咁所以呢，因為佢自己中國大陸過去喺基建投資裏面，喺公路啊，嗱你留意下，如果你好耐冇翻過廣東省呢。 我記得十幾年前，我一次翻去廣東省，係嗰個美城高速公路。因為當時我都冇發覺到原來佢嘅高速公路係係興建嗰個嘅嗰、那個網絡啊。雖然冇車行啦，但係嗰個網絡係咁犀利。咁於是你發覺就係佢無論係唔係借係貨旅遊啊，當然佢嘅工業啊，好多時候就係包括佢嘅物流業啊等等。你而家點解淘寶咁掂啫？就係、是、你幾偏僻嘅農村，佢都可以有個速遞公司，菜鸟速遞去到嗰度 pick up 嗰個包裹，你即係訂可能好簡單。 訂一支筆，佢都可以喺嗰度送到出去嗰、那個嘅誒貨運公司嘅轉發站，然後再運去你嗰個嘅誒喺呢個誒、呃、東莞嘅呢、這個誒、呃、轉運倉咁樣，咁然後再一次過一個包裹運嚟香港。咁呢個唔係好多國家做得到，咁所以我就話中國嘅基建投資過去啊，同埋佢個國家喺產業政策裏邊嘅佈局咧，係令到中國供應鏈有一個好龐大嘅一個。 一個優勢喺度，美國要將呢個供應鏈脱歐呢，就要咩呢？就要好多嘅中間嘅商人啊，譬如台商啊、日本啊、南韓啊，呢啲嘅喺科技製造業裏面嘅企業去協助啦。譬如 Panasonic 可唔可以喺美國嘅電池廠，同時喺 Tesla 嘅附近開設呢個電池廠去研發？ 一啲不含钴嘅锂电池呢，咁样或者功率更大嘅锂电池呢，咁样或者甚至唔系用锂呢，用其他嘅呢个金属或者材料咁样，咁就要靠美诶、呃、美国吹鸡，然后其他国家一齐合作，就形成一条我哋叫做 good boy 供应链，大陆嗰条叫 bad boy 供应链，咁你就打残佢啦，系要靠咁样嘅集体力量先得，我觉得如果唔系呢，单靠美国自己一国之力呢，有一定困难，我觉得。 咁陣間我哋下半部會講到嘅，成個中國經濟就會講到美國呢一 part。咁首先就係好多人問、呃，如果作為一個誒二零二二預測，咁當然要睇下中國嘅經濟發展啦。咁樣，咁嗱我自己咁睇，我一早喺呢個三筆館裏面有一集呢，我已經預告咗中國會步入蘇共布里茲尼夫年代。咁呢個就係喺習近平誒今二零二二年嘅秋季。 召开二十大，宣布呢个连任第三届之后呢，我觉得中共就开始进入布里兹尼夫年代。咁我哋细个睇苏联嘅新闻就系、是、一个诶诶、呃呃、面目目,目无表情、冷冰冰嘅咁嘅一个肥佬啦。咁样布里兹尼夫，咁就每次见亲佢都有一大棚勋章喺呢、這个诶、呃、红墙检阅呢个苏军咁样。咁但系布里兹尼夫年代嘅特色系咩呢？就系、是、佢本来啊，本来苏联嘅科技同埋经济咧系好噶。 喺五十年代同六十年代好嘅，其實特別係佢嗰個科技啊，因為你留意一下當時其實喺個太空競賽裏邊咧，蘇聯嗰個嘅誒奔尼克啊，即係誒加加林啊、这个，送呢個上去呢個月球啊，上太空啊，係同美國包括喺呢個原子彈啊，同埋喺太空競爭裏邊咧，係即係叮噹馬頭啊，甚至有陣時領先美國添嘅。咁所以咧就係佢個科技創新嘅能力好高。第二就係咩咧？蘇聯喺工業製造裏邊咧。 係當時嚟講係冇落後於美國，咁所以佢嘅 GDP growth 咧喺呢個嘅即係國民經濟嘅增長咧，喺六十年代咧仍然維持到五個 percent 以上嘅 GDP growth。咁但係去到布里茲尼夫年代嘅特色係咩咧？就係、是、先就由呢個所謂嘅科技創新嘅力量冇咗，進入一個所謂科技停滯嘅年代，就係七十年代啦。咁然後跟住係咩咧？最主要就係經濟開始進入一個停滯。 停滯嘅意思即係咩呢？由四開始，四字頭啊，經濟增長 GDP growth 由四開始，慢慢跌跌到一點幾。咁所以我話蘇聯嘅崩潰係經濟，唔係軍事。而呢個經濟崩潰裏邊最大最大嘅罪人，不是戈爾巴喬夫，亦都唔係呢個切爾年科或者係安德羅波夫，即係喺布里茲尼夫之後三任嘅呢個領導人。而喺布里茲尼夫本身，因為佢係執政時間最長，接近二十年嘅一個蘇共領導人。而呢段時間就係中共。 蘇共停滯嘅時間嚟嘅，我就話當習近平永續執政之後呢以佢自己呢個施政嘅以政治掛帥，而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違反鄧小平嘅呢個改革開放路線呢種嘅走勢呢我覺得係會導致中國進入長期嘅經濟停滯。嗱，呢個係長期，我講緊唔係短期。咁先係咩呢？先就係由二零二二年嘅 Q1 開始，究竟中國經濟？ 嗰個嘅 GDP growth，大家可能就一頭霧水，又話補七補八，睇到啲中國經濟新聞就唔知佢真定假咁樣，咁就好多時令到大家對佢啲冇興趣。咁我就做咗一個粗略嘅一個嘅，即係幫大家一個簡單嘅總結。中國喺改革開放一九七八年到二零零八年呢三十年裏邊呢平均啊，平均嘅經濟增長係每年有百分之十，百分之十。 我哋所謂嘅雙位數增長年代，咁點解呢？因為佢個基基點低啊嘛，起步點低啊嘛。因為一窮二白啊嘛。文革嗰陣時走出文革之後呢，佢要實現到十個 percent 增長係好容易嘅，因為農業改革啊、工資改革啊，大量嘅釋放呢、这個誒嗰啲嘅誒生產力出嚟啊嘛。跟住港商北上設廠啊，咁樣好啦。去到二零一二年呢，就係、是、呢個嘅中國加入咗呢個嘅 WTO 之後呢。 咁咧就係二零一二年啊，加入咗 WTO 之後，二零零一年加入啦，大有十年之後咧，中國係我哋叫七字頭啦，進入就係七至八個 percent。咁我哋成日話保八保八，保八就係保持住温家寶嘅年代啦，胡温年代就係保持住呢個八個 percent 嘅經濟增長。咁就係七至八。好啦，去到二零一六年咧，就變咗六字頭啦，個經濟增長就係六個 percent。 好啦，究竟去到二零二一會係點呢？咁樣二零二一咧就因為佢有一段時間，即係佢最先恢復生產嘛，所以佢有十幾個 percent growth 嘅。但係去到而家 q fee 就一聲咁樣直插啦，包括埋呢個恒大、呢、這個佳兆業啊、花樣年啊呢啲所謂嘅地產爆破這些東西呢啲咁嘅嘢咧，再加埋習近平去對付呢個互聯網企業啊、呢、這個補習社企業啊等等這些呢啲咧，咁咧就係、是、直插啦。咁直插咧就係、是、去到大約五個 percent 估計。 咁而家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裏面咧，就嚟、是、嚟去去講嚟講去一個字嘅啫，就係、是、穩經濟要穩，穩中求變，穩中求乜，穩中求物。咁講得穩就即係唔穩啦。如果唔係使乜日日講穩啫，即係阿媽,媽叫你讀書，梗係你唔讀書，阿媽先至日日叫你讀書噶嘛。咁所以咧就係唔穩啦。咁唔穩，而家估計就係中國嘅經濟去到二零二二年，而家最 worst case scenario 系咩咧？四字頭。 得四嘅 percent 嘅經濟增長，咁即系咩意思啊？四嘅 percent 經濟增長咁咪唔系净系進入布利之餘富年代咯。我咪话就系四嘅 percent 經濟增長咯。你谂下系由八个 percent，二零一二年碌到嚟唔见咗一半咯，已经系。咁你话喂唔系啊？个經濟成熟去到發展到日本啊、美國啊咁样，每年都系三個 percent 左右嘅啫，四個 percent 都好好啦。但系中國嘅人均國民所得係一。 万蚊美金，美国系六万蚊美金，咁咪有耐大佬六倍喎、啊，仲系，咁你就未富，即、就、系、是、所谓小康就已经出现咗停滞啦，咁就提早进入咗呢个嘅停滞期，其实，咁点解呢？咁样，咁呢个就要多得呢个诶兄弟啦，手足啦，就系、是、呢个习近平，我觉得，嗱，另外就系同疫症有关嘅。 中国嘅经济进入停滞，最主要嘅原因，我觉得过去嚟自两方面嘅增长动力。第一，投资，投资系咩呢？房地产。第二系咩呢？消费。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系靠呢两样嘢。佢讲嘅内循环、内需呢，其实系靠消费。但系好简单，你望下西安发生咩事？而家一百五十一个 case，但系搞到全个西安成围封，买菜买唔到，冇供应嘅食物供应都成问题。 咁你讲咩消费呢？我想问喺一个成个疫症嘅清零政策下边，中国消费一潭死水，呢、这个就系佢最大嘅一个，唔系讲紧嗰啲咩教培行业啊、执粒啊嗰啲，俾习近平碾死晒嗰啲嘅教育行业咁简单。而家直直情系消费有问题啊！消费嘅问题就系你一有 case 你要清零，如果唔系就人头落地。好啦，各个政府嘅官员呢，佢唔用脑去判断啦。 佢唔用脑判断噶，总之有 case 就封检测封三日，唔准出街咁样。咁你谂下喺咁嘅正情况下边，一个正常嘅饮食业啊、娱乐场所啊、诶、呃、正常嘅消费啊、零售啊等等，咪玩完咯？真系玩完噶。咁嘅话，你个经济增长冇咗消费呢一 part 咧，已经系好大问题。第二系咩咧？就系、是、投资，投资靠咩咧？房地产。 咁因為習近平要將呢個去共幹化，將呢個高借貸嘅呢個房地產，其實呢，佢高借貸唔係問題嚟嘅，佢只要貨如輪轉嘅話呢你表面上睇落去恒大嘅債務好似好勁咁樣，但实實際上佢只要貨如輪轉嘅話呢其實佢有足夠嘅償還能力。但你一停咗佢，要佢嗰個嘅即係借唔到錢嗰下，佢咪玩完咯？因為佢借錢要買地噶嘛，買地先可以貨如輪轉噶嘛。 咁嘅話，佢錢翻唔到嚟，佢點找嗰啲債呢？所以咪違約咯，信貸違約咯，先就可能美元嘅債務嘅信貸違約，跟住可能波及就係唔係美元嘅債務都出現信貸違約。咁於是呢，就係佢冇辦法，就房地產要減平減賤賣，越賣嗰、那個價值就越低，越低就越冇人買，就出現呢個情況啦。咁政府又要托咯，又要托咯。咁所以你要記住喎，房地產嘅呢個泡沫爆破。 同時影響緊嘅就係建造業，建造業嘅呢個嘅採購啊，即、就、係、是、對建築行業嗰啲嘅材料嘅採購啊，係會大幅下降嘅。跟住建造業工人呢，咁所以我就話佢成個經濟嘅停滯呢，就會因為咩呢？首先就係呢種昂居嘅清零政策同消費攬炒啦。第二就係自己篤爆呢個房地產，結果呢所謂去共安化呢樣嘢，恒大危機呢。 就導致到投資出現咗問題啦，兩方面都出現問題。剩翻第三樣啦，就係、是、地方政府嘅基建投資。但係呢個政府基建投資已經過咗個高峰期，前嗰十年係好犀利嘅，其實。但係而家冇錢啦，地方政府亦都出現咗大量嘅債務啦。咁佢個基建投資錢從何來呢？唯有印銀紙啦。所以你睇到，我覺得啊，二零二二年中國大陸會出現呢個超級量寬，我覺得大殺幣同埋印銀紙。 如果唔係咧，佢係實際上冇辦法去面對而家喺投資同埋喺消費裏邊雙重萎縮嘅情況。好啦，但係同一時間佢就出現咗輸入性嘅通脹、哦。你留意一下而家中國大陸輸嚟香港嘅食材係好貴㗎咯，已經係好啦。呢、这個輸入性嘅通脹係咩？係全球性嘅現象嚟嘅？於是就經濟出現咗一個所謂 s t e p f l a t i o n 一個滯脹嘅情況，經濟停滯不前，但係物價一路上升。 然后失业率上升。如果你嘅 GDP growth 系由八、由七、由六跌到四嘅话，即系话中国大陆嘅就业市场出现咗好严重嘅问题，搵唔到嘢做，搵唔到嘢做。所以佢一定会量宽嘅。你问我，一定日恒大唔使担心噶。我觉得大把钱借，其实系咪？以往温家宝零八年量宽系咩？其实系用嗰个地产嚟做嘅蓄水池啊嘛。

咁究竟呢个系乜個个短期嘅现象啊？嗱，布里兹尼夫年代咧就系一个长期嘅现象嚟嘅呢种停滞，苏联式嘅停滞，同埋创新嘅呢、这个一路一路走下坡，系一个长期嘅现象。所以我话如果当习近平再做多十年咧，佢 total 做二十年咧，你回望翻成个发展咧，就将会等于苏联嘅布里兹尼夫年代啦。呢种嘅停滞啊，系长期现象嚟嘅。 咁你话喂大佬你系咪灯神呢你有冇水晶球呢？你点睇得出呢个中国式嘅停滞喺呢个习近平永续连任之后系会成为一个长期现象呢？休息一阵，翻嚟就话俾大家听，点解呢个长期停滞背后一个好重要、好重要、好 fundamental 基础嘅原因，大家忽视。 各位休息完之後咧，翻嚟繼續講呢個二零二二年啊，中國進入呢個布里茲尼夫年代經濟停滯，咁咧我就估計佢嘅增長咧就同誒好多嘅大陸嘅睇法唔同，我覺得咧佢哋估計就五點八啊、五點三啊咁樣，我覺得咧甚至會比五都補唔到，會進入四字頭嘅年代。咁啊，同呢個胡温年代補八咧，而家就冇咗一半啦，補四嘅啫。 咁点解呢？就系、是、过去嗰十年，你睇翻数字咧，就诶、呃，中国嘅固定资产投资咧，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一路系缩萎缩嘅。咁最主要嘅投资嚟自咩呢嚟自房地产。咁所以我就话，当房地产俾习近平咁样搞搞呢，我就话有加速师搞搞呢，就呢个资爆啊，就必然会发生嘅。咁因为佢同董建华一样，我觉得好相似嘅。其实就迷信呢个实业救国啊，科技产业啊，科技制造业啊咁样。 咁咧就係對於呢啲嘅股市啊、地產啊呢啲咧，就是、互聯網嘅呢種嘅新興經濟咧，就係、是、一種敵視嘅態度。咁所以咧就搞搞呢個房地產之後咧，咁中國嘅建造業啦、啊、好多相關嘅啦、能源啦、啊、商業服務啦、啊，都會受到影響嘅。其實咁啊，因為佢係一個最主要嘅投資，其實係房地產啊嘛。好啦，另外就係消費啦。 咁我就话呢个中国自己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咧，就三个总结：第一咧就系、是、需求萎缩，第二咧就系、是、供应嘅减少，第三咧就系、是、呢个嘅预期嘅呢个变坏，即系话需求即系消费啦。咁啊，供应咧咁就即系呢个嘅包括系投资啦，同埋呢个嘅诶、呃、国外嘅唔系需求有两种啦，国内同埋国外嘅需求。咁国内就系消费啦，国外就系呢个诶、呃国,呃、国际嘅呢个订单啦，咁样。 咁第二咧就係呢個所謂供應供應層面啦，就係、是、呢個投資啦。咁因為以前啊，就好多時就點解我話嗰個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越嚟越萎縮咧？就係、是、喺習近平上場之後啊，呢十年啊，咁點解咧？就是、因為反腐敗態嘅力度曬犀利之後咧，官場就躺平啊嘛。官場躺平就係我搞親乜嘢嘅投資計劃都容易俾人抽清咁就不如唔好搞啦。咁集體躺平嘅後果咧，就交俾恒大許家印去搞啦。 咁於是咧就係、是、你要突然間要掹翻上去咧，係好困難嘅。我覺得係。咁而量寬之後，嗰啲錢咧就唔係去咗固定資呢、這个资產投資，而反而去咗呢個嘅儲水池，去咗呢、這個誒、呃、樓市嗰度喎，啲錢係。咁所以咧就、呃、另外就係預期啦，預期又都係多得呢個總加速思啦。咁咧就係亂搞啦，就係、是、呢個包括係要打擊呢啲互聯網巨頭啦，話我哋壟斷市場啦。 亦都打擊呢個呢个雙培啦，即係呢個嘅培訓啦、培育嘅教育行業啦。咁啊，亦都咧就話要共同富裕啦咁樣。咁你成個環境啊，大家都聞到味啊，你唔好以為大陸人傻先得啊，佢哋呢個叫做春江水暖鴨先知，比我哋走得仲快。咁咧就係、是、咧，所以佢就要風洗米華嘅貴賓島聽啊，要走去誒捉阿、啊、眉啊、逃碎啊，咁樣都係一樣嘅啫。其實，因為啊，正正就係冇錢。 冇钱嘅话咧，嗰啲窿咧就全部要塞晒佢，等你冇得走，咁就焗住喺里边搞大家搞内循环啦咁样。咁但系呢个投资同消费嘅萎缩咧，呢、這个系亦都系同疫症嘅清零政策有关，我觉得喺咁样嘅呢个极端嘅清零政策下边咧，内部需求消费咧呢个一定唔会升嘅，其实。咁所以咧就四个 percent 俾多佢啦，我觉得，因为你而家睇到 q e Q4 咧。 都系五点几嘅啫，我估系 Q Four 可能仲衰啲添。二零二一年咁嘅话咧，你去到二零二二年嘅 Q One、Q Two 咧，就一路向下上。咁点解咧？就另外就系所谓外部需求啦，外需。咁佢二零二零二零二一年第一季嘅反弹大幅反弹咩咧？就系因为嗰啲菲律宾啊、越南啊、孟加拉啊，疫情严重啊，嗰啲订单就留咗去中国。咁所以你睇到中国嗰个嘅出口嘅数字咧，系好靓嘅，好靓仔嘅。 咁亦都系因为呢个所谓嘅中国最先啊系恢复生产啊嘛，咁所以佢咪舐晒嗰啲订单咯。咁但系呢个情况去到二零二一年嘅 Q three 已经有变化啦，即系话随住嗰啲国家恢复生产之后，咁另外一个影响需求就同美国嘅会唔会出现呢个紧缩嘅货币政策有关啦、啊，即系话加息。咁你话喂唔系、啊、美国两宽印银纸又美国加息 contradict 嘅两样嘢自相矛盾嘅，其实出现过嘅噃。 一边印银纸一边加息，咁佢嘅加息嘅后果咩呢？因为而家你睇到全球商品供应紧张，物价已经不断上噶啦嘛。咁如果再加埋呢个紧缩嘅货币政策嘅话，美国嘅话呢，咁嗰个中国嘅出口系会受到好大嘅打击噶。而家已经有噶啦，我就话好简单嘅咋。今年你买圣诞嗰啲嘅饰物啊，诶，吊圣诞树啲波波啊，我都话买只鹿角想俾阿邝亚里都揾唔到。好啦，圣诞之后去揾。 係有減價，但係同以往好唔同啦。以往就減到兩折、三折，甚至一折。而家可能只係減到半價就停喺度噶啦，佢留收翻埋個倉，準備出年再賣，就唔需要，因為擔心咩冇存貨啊嘛。因為實際上呢，喺呢個嘅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廿五號之前呢，好多嘅地方買呢啲飾物嘅都冇冇貨到喎，根本係冇供應嘅。咁究竟係嗰啲廠已經係倒閉咗啊？定係？

嘅煤亦都價格上升啦，於是要拉電閘，要要限量供電啦，等等呢啲情況出現添。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二零二二年就睇唔到有乜嘢好兆頭喎。嗱，當然你話佢夾硬死頂打嘴面充半紙就會嘅，喺呢個東澳之後同埋呢個嘅誒二十大召開之前，但係都點打都冇用啊！而家個原因我頭先講過啦，中國嘅你睇嘅嘅基建嘅投資、固定資產投資、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係一路萎縮嘅，其實。 係由廿幾億 percent 一路跌跌跌跌跌跌到單位數字，咁你解釋唔到呢個政治原因嚟。我覺得其實因為習近平嗰種嚴苛嘅整黨制度呢，同江澤民年代或者温家寶年代好唔同。江澤民年代就大家一齊發大財，一齊搞多啲項目，一齊揾食啊嘛，所以佢咪大量嘅基礎建設出現咯。但係而家去到就係、是、唔單止外資唔入去，或者冇引入外資添啦。實際上連佢嘅基礎建設佢都停咗喺度。 咁所以再加埋佢自己打击呢个房地产行业嘅话呢就我觉得进入一个停滞期呢、這个系必然嘅。其实好啦，第二就系、是、话喂，咁同美国有咩关系而加速咗呢个停滞期呢，我觉得美国嘅自己嘅振兴经济政策有好大关系嘅，呢、這个亦都系过去所未有嘅变局嚟嘅。嗱，而家就好简单，拜登经济学，我觉得呢就唔系咩海恩斯主义啊，或者系罗斯福新政，我觉得唔系佢抄袭近平嘅其实。 拜登經濟學係抄習近平嘅三萬億，總共六萬億嘅呢個振興經濟嘅計劃，我覺得呢就係嚟自所謂我頭先講啦，四小龍模式，亦都唔係抄習近平，係四小龍八十年代發展經濟學裏邊嘅所謂 developmental state，由政府主導嘅一個發展計劃，就係、是、大量投資基建一萬億投資基建，咁然後呢，因為入美國嘅基建，如果你喺加拿大揸車過去西雅圖已經知道嘅啦，其實。 公路一進入美國國境咧，就開始咧就爛嘅啲路，pumpy 啦，燉下燉下噶啦。咁咧就所以，因為咧喺八十年代咧，呢、這個要讀少少即係發展經濟學嘅人都知嘅。列根咧就係我哋叫做 supply s i z e school 供應學派，就係、是、一個小政府大市場，就通過減税誒嚟去就去所謂嘅財富向下滲透，t r down effect。 咁咧，大家咧就可以咧就去共享呢個繁榮咁樣。咁列根同戴卓爾嗰陣時咧，都係兩個代表啦，就係、是、呢個所謂嘅供應學派同埋呢個私營化 p r i v a t i z a t i o n 戴卓爾就喺英國推行呢個 p r i v a t i z a t i o n 將政府嘅譬如翁嘅國企咧，就全部將佢民營化。咁亦都將政府部門咧，用一個所謂嘅商業模式 trading 分嘅方式運作。 咁呢一波咧就影響到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香港嘅公營部門改革啦，最後一次嘅香港嘅公務員體制改革，其實係九十年代曾蔭權領導嘅公營部門改革。呢、这個就係由紐西蘭嘅呢個誒總理 Robinson 啊，到美國嘅 Margaret Thatcher 啊等等嘅，包括英誒唔係英國嘅 Margaret Thatcher 同美國嘅列根總統嘅公營革命、公營學派 Supply Side 嘅革命。 咁但系而家拜登好明顯就睇到咧，喺呢種嘅所謂嘅自由經濟下边咧，小政府大市場唔掂啦，好嚴重嘅呢個社會矛盾、種族對立，其實後边背後咧就係一個嘅貧富懸殊，亦都係成個美國嘅競爭力嘅凋零啊！就係、是、嗰個公營部門嘅投資不足啊，對於公共建設嘅投資不足，譬如鐵路啊、公路啊等等呢啲，咁所以咧喺呢個拜登上場之後咧就。 所谓拜登经济学里边第一个最重要咧，就系投资美国嘅基建。我觉得呢个绝对正确。如果美国要再强大起来咧，把口吹系唔得嘅。其实一定系需要咧大量投资呢个基建、港口啊等等呢啲公路啊设施啊、高铁啊等等。好啦，第二系咩呢？就系、是、所谓嘅针对性嘅扶植一啲嘅所谓科技竞争嘅产业啦，以中国为假想敌嘅竞争产业。呢、这个喺美国系冇出现过嘅，其实系冇出现过。 美國好好明顯就係佢係一個所謂嘅，即政府啊，一路以嚟無論係民主黨、共和黨都好啦，佢冇一個比較清楚嘅所謂嘅 industrial policy，即係產業政策，同亞洲四小龍嘅模式好唔同，因為佢仍然係強調嗰個嘅 entrepreneurship 啊、創新啊、政府係所謂嘅維持一個 level playing field 啊等等咁嘅咁嘅理論，無論係兩黨都好啦。 咁但係拜登今次，我覺得呢，就點解啲人話佢有多少有呢個羅斯福嘅影子，或者海恩斯經濟學呢，就係、是、強調政府嘅角色。咁呢個呢，亦都係呢面對中共嘅競爭，你再靠私人企業嗰種方式係唔掂啦。咁呢個譬如好簡單，譬如我頭先提到啦，點樣調動到日本嘅科技企業同美國嘅呢個科技製造業結合呢？呢、這個好好關鍵啦。如包括台灣嘅台積電。 喺呢個晶片裏邊，點樣運用到台積電嘅科技創新嘅能力，同美國嘅呢個科技生產，咁樣你先至可以呢係形成自己嘅供應鏈啊。譬如你電動車牽涉到電池啦、晶片啦等等，然後組裝啦咁樣。咁每一 part 裏邊呢，你要由頭去重新再規劃去追上中國大陸呢係有一定困難。但係如果本身你喺台灣啊、喺日本啊、南韓、LG 啊等等呢啲公司， 已經係喺市場喺國際市場裏邊係一個強力嘅競爭者嗰陣時咧，只要適當嘅政策配合咧，佢哋能夠走埋一齊嗰、那個嗰、那個、因就會大好多，我覺得，從而令到咧供應鏈去中國化，甚至係成個美國嘅經濟去中國化。咁樣嘅話咧，中國喺個需求層面咧，頭先所講內部需求係因為佢種清零政策啊、打擊消費意欲啊、旅遊業啊、服務業啊等等已經係陷入冰封狀態啦。 再加埋外部需求，如果供应链去中國化嘅話呢就係、是、雙重打擊啦。所以我話點解佢會進入布里茲尼夫年代蘇共嘅停滯期呢？你睇翻頭嗰十年，習近平頭嗰十年就等於布里茲尼夫上場之後頭嗰十年，佢攻打台灣等於布里茲尼夫攻打阿富汗一樣，所有嘅嘢係重蹈覆轍，然後跟住嗰個蘇共嘅角力由頂峰向下走啦。中共亦都係，我覺得個綜合國力亦都由頂峰向下走。 好多人話唔係喎，再過多幾年，中國總量啊超過呢個美國㗎啦！嗱，中國嘅人口條數就咁計啊，中國嘅人口就係呢個美國嘅，誒、呃、美國嘅人口啊，就係、是、中國人口嘅大約四分之一。咁嘅話，只要中國嘅 GDP 啊，去到係美國嘅四分一，嗱咁而家係六分一嘛，去到四分一嘅話，咁佢咪即係個經濟總量超越美國咯？ 嗱呢个个假设，所以话诶、哎、你吹水啫，点会系进入呢个停滞期啊咁样？但系你留翻留留意下，由我头先所讲上半橛所讲，就系、是、话由呢个一九七八年头嗰三十年系十个 percent 嘅 growth，到然而家之后嘅二零二一之后咧，开始进入呢个二零一六之后就六个 percent 嘅 growth，二零一二就系七至八个 percent。 即系胡锦涛、温家宝之前咧，就系、是、七至八个 percent，去到习近平年代已经去到六个 percent，二零二一就去到五个 percent，我估二零二二再跌到四个 percent，就系、是、所谓嘅一个停滞滞涨嘅时间。咁喺咁嘅情况下边咧，你嗰、那个首先你嘅 GDP growth 已经去达唔达唔到目标咯，我觉得。咁嗱，那个理论就系咁样啊嘛，呢、這个增长嘅预测就系、是、美国人口系中国人口嘅四分一。 只要中国嘅人均国民所得去到美国嘅四分一咁样嘅话呢，中国嘅经济规模嘅总量就超越美国，咁而中国就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啦。条数系咁计嘅，但我话呢个系永远唔会做得到嘅。点解呢？唔系因为纯粹佢嘅经济总量或者佢嘅 GDP growth 达唔到咁简单，可能由四跌到三，或者三跌到二，或者 1, 跌到一点几，甚至去到苏联最恶劣啊。不过呢个唔系布里兹尼夫年代啦。 系戈尔巴乔夫年代去到最恶劣嗰阵时候是負數，系负数负十几，其实好啦。佢个问题喺边度呢？好多人冇留意嘅，中国经济会有一个好大嘅隐忧，系令到佢嘅消费系出现咗好大好严重嘅一个嘅阴阴霾，就系佢嘅人口结构嘅问题。嗱，呢个喺第七次人口普查里边，外国金融时报估计佢个人口数字系出现负增长，最终出嚟咧系正增长。 呢個就大家估計佢係做假數啦。點解呢？就係、是、因為中國嘅無論佢係七八個 percent 或者十個 percent 嘅增長咧，好大程度上係佢嘅人口紅利嘅大陸嘅講法叫做，就係、是、因為嗰個嘅未進入一胎化政策下邊，即、就、係、是、四五十年五六十年代出生嘅中國人未進入一胎化政策軍事，即係七十年代開始嘛一胎化政策。 咁嘅话喺七十年代之前出生嘅中国人嗰、那个嘅庞大嘅劳动力咪成为一个一股民工潮咯？嗰股民工就系中国制造业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嘅原因咯。我记得我做印刷即系做传媒嗰阵时咧，咁因为要打理成个传媒嘅 group，咁就要包括埋上去睇印刷厂啊，咁样俾边间印刷厂嘅订单啊，咁去惠州睇印刷。 惠州印刷厂嗰阵时候做精装书嘅，系德国嘅投资嚟嘅。咁咧就嗰间公司咧个经理就带我去睇。咁我问门口点解咁多民工搭晒啲棚喺度嘅咧？做乜嘢咧？咁哦，佢话呢啲工人等开工。咁我话做乜嘢？佢唔喺个门口搭住啲棚，屋里边喺度瞓喺度咁等开工咧。哦，佢话我哋做精装书出口去德国嘅。咁咧就嗰啲精装书个封面咧就要人手黐嘅。咁但系因为佢哋未到佢哋工序，去到要黐嘅工序就会去门口有人叫佢入嚟。 咁咧就我话，咁佢哋人工亦都係一美金一日，九十年代一美金一日。咁当然，我觉得系好即系好好悲哀，但系对佢哋嚟讲系 better off 嘅。对嗰啲民工嚟讲，因为佢喺农村冇嘢做嘅。咁于是咧就系促进咗成个中国嗰、那个头先我讲十个 percent 嘅 growth 里边咧，有相当程度唔系嚟自嗰个咩科技创新，乜都冇。 其次係生產力嘅解放，係一個人口紅利所推動下邊。咁但係如果我頭先話呢種超超越美國嘅經濟總量嘅假設，係因為個中國人口啊，仍然係美國係佔中國人口四分一呢個假設啊嘛。咁我睇咗本書，咁呢本書咧就係兩個加拿大學者，一個加拿大記者，一個加拿大學者，誒、這、呢個 Darry Bricker 同埋呢個 John e b e r s o n 写嘅。 就係叫做誒 MT Planet 無人地球，咁咧佢呢本書咧就係講人口如何改寫政治經濟國際局勢。咁就話中國進入一個未富先老嘅狀態。佢對於中國人口下降嘅速度嘅估計咧，就同我哋或者聯合國嘅估計好唔同呢兩個人。佢就話中國人口下降嘅速度係相當之高。佢就睇到咩咧？睇到一樣嘢。 就喺放寬咗兩胎化政策之後，二零一六年之後咧，中國嘅出生率不升反降。咁佢就話：以前就你話生一孩政策生一個啫，但系而家放寬咗啦，放寬咗之後點解中中國嘅出生率仲低咗呢？即係話啲人唔願生，根本係唔願生嘅原因有好多種，其中一樣係咩呢？就係、是、個社會軟件啊，個社會制度唔得，於是令到啊。 喺城镇化之后，嗰、那个养细路嘅成本越嚟越高啦，譬如教育啊等等。但系实际上个竞争越嚟越大啦。于是好多人呢，就觉得，与其系咁，你放宽两个都好啦，我都系继续生一个。点解之前就会传出就系话呢个嘅诶党员要生三个呢？我相信习近平坐完时光机之后呢，佢翻翻去之后佢睇到嗰个危机啊，就系、是、中国嘅人口啊嗰、那个增幅啊未富先老呢个情况呢。 系会导致到中国冇办法喺经济总量里边系实现超越美国，因为佢美国人口占中国人口四分一呢个假设系错嘅，系因为中国人口会一路萎缩嗱，呢个作者喺呢、这个《无人地球》呢本书里边呢，佢就估计就系话中国嘅人口啊系会降到世纪末、本世纪末、二十一世纪末啊。 系降到得翻六亿到左右，即系话由十四亿冇咗一半人口，而系美国嘅人口咧会增加到五亿。如果你咁样去睇嘅话咧，嗱，当然呢个已经超出二零二二年嗰个嘅 forecast，但我觉得這要提出嚟嘅呢个真系，因为好重要。因为睇经济学嘅人好少睇人口。咁而我留意到咧喺美国有啲学者、人口学者已经提出就是說，就系话因为中国嘅人口增长咧，其实系比预期低好多。 所以咧，佢嘅經濟總量係永遠冇辦法超越美國。美國點解嗱？佢同加拿大好相似，我覺得美國嘅出生率都係低嘅。但係點解美國嗰個人口增長同加拿大一樣？個人口平均年紀美國人係後生過中國嘅嗱。俾個數字大家睇下，中美國係三十八點三歲平均美國人，即、就、係、是、平均嚟計啊，成全國中國係咩呢？三十八點八歲，仲仲老過美國。 然后印度，我话我所以好多经济学者买下一个世纪里边崛起嘅，其实会系印度，因为印度嘅平均年纪只系二十八点四，比中国系年轻十岁。咁你话喂，创造力啊、科技创新呢啲，梗系靠靓仔啦，唔通靠三十八岁、三十八点八岁嘅人咩？梗系二十八点四岁嘅机会大好多啦。好啦，你再睇下德国、俄国。 俄國係四十點二三，德國係四十六，但係德國嘅發展水平係先進工業國家，挪威呢啲係先進工業國家去到四字頭啦，平均年紀係因為佢富裕咗，佢個社會制度已經發展咗，於是個人口老化所帶嚟嗰個嘅即係大家預預估啊、預期啊，就係、是、唔需要儲起啲錢，所以我話中國嘅消費會內循環會裹足不前停滯就係咁嘅原因。 因为你 aging 已经系中国人系感受得到嘅。如果你大陆搭机去搭飞机咧，喺加拿大搭飞机你仲会见到咧成日，即系好似 George g o o l e y 嗰套电影啊，呢、这个咩寡佬飞行日记咁啊，成日投诉就系、是、呢、这个世界冇一架 B B 车可以二十分钟接起嘅。咁就因为大家喺个 i s l e 嗰度等啊，喺度或者喺个 check in 嗰阵时咧，喺个喺个飞机嘅 check in 闸口嗰度咧就等住前面嗰人接 B B 车。但系你喺大陆搭飞机系好少见到要接 B B 车嘅，因为冇细路仔。 冇細路仔，即系話中國嘅出生率係會咁樣隨住呢、這個誒、呃、兩胎化政策之後繼續下降，而導致到人口老化、消費力下降、創造力下降、勞動力減少、製造業衰退。嗱，大家睇下二零零零年啦，講緊中國實質嘅出生率下降到一點二，其實喺二十年前。 中国已经需要系放两胎化政策噶啦，但佢唔放，一路 last 到二零一六年开放咗生第二胎，结果出生率系低于预期，只有一点二四。你以为放完之后会上起码由一点二上到一点三、一点四、一点五啦？唔系，只系一点二四，跟住就跌添。二零一七年上到一点二四之后，咁美国嘅出生率系几多少呢？美国喺一九八九年嘅出生率都系二点零。 去到二零零七年嘅出生率系二点一，而家系一点五，佢都系跌，但系佢嘅出生率系高过中国。除咗出生率高之外，因为美国同加拿大一样，佢嗰个嘅细路仔嘅福利系几好嘅，鼓励啲国民生育。第二咩咧？系移民政策，中国系冇吸纳外来人口嘅政策嘅，排外性相当强。亚洲国家都系一样，日本如是，台湾如是，中国大陆如是，因为亚洲国家就冇一个所谓嘅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嗰个嘅谂法，嗱喺呢本书里边咧，呢两个作者系相当于推崇加拿大嘅，点解呢？原来加拿大里边有五分之一嘅国民系并非出生于加拿大，而且比例系持续增加。而现任执政嘅自由党政府嘅目标系每年移民人数系三十五万，占人口嘅一个 percent 系嚟自移民。咁中国而家十四亿人口，加拿大而家系三千三百万人口。 去到世紀末，中國如果人口跌到得翻六億到七億左右嗰陣時，加拿大嘅人口已經去到一億咯。到時到後係咪真係加拿大仲可以俾中國咁樣欺負呢？仲有加拿大人口相當之年青，因為佢係移民，五個加拿大人有一個係移民嚟嘅。咁啊吸納移民嘅話，你見到嘅而家你去加拿大嘅醫院，護士係嚟自菲律賓同埋中國大陸嘅，一係華人，一係就菲律賓人。 誒醫生係印裔嘅，咁啊年青嘅喎，全部你睇到 Silicon Valley 里邊嗰啲科技企業嘅管理層，全部都係印裔嘅 engineer 嚟嘅喎，IT 人嚟嘅喎，係咪？所以人哋嘅國家強大嘅原因就是因為佢嘅開放，唔係淨係得把口講嘅喎，佢真係歡迎外來人口去嗰度創業，去嗰度讀書，讀完書嚟揾嘢做等等。中國大陸有冇呢？係咪啊？係冇嘅，真係冇呢種移民政策去吸納，香港都冇。 香港系会同中国大陆一齐揽炒高龄化社会，因为佢一百五十个移民配额死都唔放俾香港。于是我哋系冇一个吸纳全世界人才嘅移民政策。香港系低于一啊，出生率系系全世界出生率最低嘅其中一个城市嚟噶系，而系人口预期寿命系最长嘅，所以香港系急速进入人口老化。如果你话留喺度嘅细路二三十年之后个经济发展，香港仲可唔可以？ 俾佢哋有機會發展呢？如果人口老化係帶嚟消費力下降、創造力下降、製造業嘅衰退同埋勞動力減少嘅話，咁中國呢種未富先老，除同時係會體現喺香港嘅人口老化裏面。另外一個更大問題就係大陸去到二零三零年講緊好快啦。其實六十五上六十五歲嘅以上嘅人口呢、这個根據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係佔十八个 percent。 已经系去到西班牙、挪威呢啲先進工業國家嘅水平。咁你谂下啦，个已经已经个老人六十五岁嘅老人占十八个 percent。当你嘅社會制度跟唔上嗰阵时候，我点解会使錢呢？如果我系一个中產大佬，我个老豆老母我要照顧佢，我下邊有細路。如果我生一個仲好啲，生兩個更大鑊，因為我老豆老母我仲要照顧佢啊嘛。於是呢種嘅社會制度嘅不良，因為歐美國家就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有好多國家已經走上福利主義嘛，但係中國唔係，中國到而家仲係咩呢？好多大量嘅農村人口係得唔到嗰個福利嘅 entitlement，得唔到個福利保障。你睇教育喺度嘅個户籍制度根本係歧視農村嘅農民，佢點會使錢呢？我想問，佢一定唔會撳住荷包，所以中國嘅儲蓄率係相當之高，但係好簡單。 就係話，當二十一世紀末，中美國人口增長到五億，中國人口下降到六至七億，而加拿大都去到一億嗰時，中國嘅所謂優勢、人口優勢全部冇晒。我話俾你聽，印度先有年轻人口多，中國已經冇晒，已經係變成一個 aging society，一個高齡化嘅社會。喺咁嘅情況底下，我頭先講經濟增長不外乎投資同消費啊嘛，你何來有咁嘅消費力呢？我想问 嗱，呢个就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当美国人口已经不能再假设系占中国四分一，可能系一半、二分一，即系话你嘅 GDP growth 系要去到三万蚊人民币，但系到时你去到三万蚊，美国已经由六万蚊跳到上去八万蚊咯，你点追啊？所以就话永远冇办法喺经济总量里边超越美国，除非咩呢？做假数，咁啊呢个佢最叻啦，咁样。 咁啊，做假數就唔需要再講啦。咁所以我覺得大家有機會可以睇下呢本書。我係準備今集嘅題目嗰陣時，就睇咗呢個台灣嘅中文版，就係、是《無人地球》呢本書《m d Planet》，係由一個加拿大嘅記者呢、這個同埋一個加拿大嘅學者兩個人夾粉寫，就係、是、去到唔同嘅各地方啊，包括喺中國啊，去咗中國大陸採訪嘅，其實就係、是、對嗰個人口同埋出生率啊，去去描繪佢哋對於全球地緣政治經濟。 嗰個嘅改變，從人口角度去睇，我覺得好有趣呢本書。咁我頭先講過啦，即係話係一個咁樣嘅預測。我話點解嗱？講緊布里茲尼夫係二十年啊嘛，所以我就話睇遠少少。由二零二二年就係布里茲尼中國布里茲尼夫元年，習近平永續執政係唔係五年嘅係十年。呢十年裏邊，裡面我就話我預計中國會進入停滯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出生率不斷下降，人口嘅消費能力越嚟越低。 A g n t s o c i e t y 更加唔敢消费，大家揿住个荷包，储蓄率越嚟越高。无论政府点样补贴都好，我估计好快会推动电动车补贴、家电下乡嗰种嘅政策出嚟，但系冇用噶啦。我觉得已经系再加上供应链脱欧，供应链脱欧之后，美国嗰个嘅需求对中国制造业嘅需求会快速减少。咁样嘅话，双重影响下边呢，四个 percent 已经系俾多咗，我觉得。 所以我就話係進進入咗個長期停滯期。咁你話靠自己科技創新咯，咪得咯？你自己科技創新，唔係偷人，唔係將人哋嘅商業模式攞過嚟照抄，係嘛？你咁搞法，馬雲咁搞，仲有冇馬雲出現咧？將來，所以我話有習近平呢種咁嘅老董模式嘅人呢，就一定係會將中國大陸本來已經建立好嘅嘢，俾佢搞彎嘅。其實最新嗰忽互聯網經濟，佢又自己搞彎佢，佢又要走去搞實業。 再搞實業，即、就、係、是、製造業啦、工業化啦、再工業化啦、automation 啦等等呢啲，好啦，即係話咁樣嘅話，美國如果要將生產鏈呢、這個供應鏈同中國去中國化，變成兩條供應鏈嘅話呢佢呢個所謂嘅做實業呢樣嘢就踢到鐵板嘅咯，仲大鍋。咁你到時翻翻轉頭去搞互聯網經濟得唔得呢？嗰個嗰時已經 Web 三點零，已經發展到唔知咩時代啦。其實，所以我就話。 由一个懵饼独裁统治十年，只系识政治操作，去玩弄政治、政治挂帅。而家正正中国出现呢个咁样嘅模式，唔系因为中国人脑袋差，唔系因为中国嘅企业冇竞争力。中国企业绝对有竞争力，你睇 TikTok 咪知咯。个问题系因为呢一种落后，仲系停留喺一个、呃、工业化时代嘅一种嘅睇法，八十年代四小龙模式嘅。 呢個產業政策嘅角度去發展經濟，呢、这個係注定俾時代淘汰。以往呢類人好容易修正，點解？因為你個政治體制開放嗰陣時，你自然會修正。但係正正因為佢嘅政治體制唔開放，佢呢種經濟治理嘅方式，先至會帶嚟一個最大嘅中國經濟嘅進入停滯期嘅原因。而再俾佢獨裁管治多十年，想唔死都幾難。而家就已經開始死，所以我話二零二二年就係布里兹尼夫元年。 呢個元年就係再代表咗進入一個長期停滯。如果用呢個海外學者、大陸學者嘅講法，叫做何青年嘅講法，叫做攰而不崩，我就話支爆唔係斷崖式咁爆嘅，其實而係一個一路一路一路咁樣嘅停滯咁嘅過程，就係叫做攰而不崩。我就叫做布里兹尼夫年代，中共進入布里兹尼夫年代。好啦，今集就到此為止啦。 咁最尾咧，其實就因為做呢集節目嗰陣時咧，亦都係睇到新聞咧，就係、是、關於啊呢個警方啊，就係、是、上門拘捕啊呢個嘅立場新聞嘅股東，咁誒周達志啦、阿何韻詩啦、阿吳偉儀啦，咁亦都係前前總編輯鍾佩權啦，咁亦都係誒現任嘅總編輯咁樣。咁我自己好憤怒嘅，其實因為佢所引用嘅係呢個。 诶，刑事罪行第九条、第十条就系最 colonial 嘅大陆嘅官员成日质问香港人点解咁眷恋殖民地？殖民地有咩好处？系殖民地系冇好处，殖民地系黑暗嘅。好多时有严刑峻法嚟去管治香港。其中一条就系刑事罪行第九条、第十条里边嘅煽惑，但系英国人从来都唔用，亦都唔会用嚟起诉呢个媒体。系唯独是而家到黎智英案上庭之前前日就加控呢条。 叫做串谋发动呢、这个发布呢个嘅诶、呃、煽动刊物罪名，然后再将同一条嘅控罪引申落去呢个嘅诶、呃、主场新闻嘅同事里边嚟起诉佢哋。咁你谂下，如果你讲到呢个殖民地体制系如何如何令到呢个香港人受害？ 而家拨乱反正，点好点好？咁点解又用呢个殖民地嘅体制去对付《苹果日报》同《立场新闻》？对付媒体，系对付媒体。而家系咪呢个就系呢？我觉得系令到人愤怒嘅原因。根本就系用恶法嚟去钳制香港嘅新闻自由。 我一一路有一種引 <coughs> 憂，就係一路睇法，就係、是、覺得《蘋果日報》之後就到立場新聞，立場新聞之後就到眾新聞，因為仍然繼續發生嘅。於是果然你睇到喺呢個選舉失利、香港人集體杯劇嘅情況下邊，就老羞成怒，就用對付媒體嘅方式，仲要喺聖誕節同農曆新年期間，喺呢個外國媒體啊，亦都係放假嘅時候呢。 就去採取行動，採取拘捕行動。咁而家實際上嗰、那個起訴嘅情況會係點咧？咁樣咁就可能或者準唔準保釋啊等等呢啲咧 <coughs>。就我而家就節目嗰陣時咧就未睇到嘅情況。咁究竟將來亦都會唔會好似《蘋果日報》咁嘅誒處理咧？即係話將誒張劍雄啊啊！ 呢个阿陈、呃、佩敏啊、罗罗伟光啊，或者啊李平啊，同埋阿卢峰啊，咁样嘅方式去激压佢哋呢。咁样咁就诶、呃，我自己当然希望佢哋可以大步难过啦，咁样咁就而家睇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呢个处理嘅总编辑林少彤呢，就辞去咗主任总编辑嘅职务啦，咁就诶。呃 究竟仲有冇呢個嘅而家嘅？因為我睇一路 check 就睇佢嗰個 <coughs> 互聯網嘅版面咧，就今日咧就一路都冇更新嘅其實。咁將來係咪用一種方式去威嚇，然後令到佢哋冚聲，然後結業，好似《蘋果日報》咁咧？我相信呢個就係政權嘅一個目的嚟嘅其實。嗱，咁誒，我哋可以點樣面對這件事呢樣嘢咧？咁樣，咁我覺得。 系在於每一個人。誒、呃、新聞嘅傳播，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新嘅方式。當然冇咗呢類嘅平台，大家好難再聚焦。但係我覺得一個冇冇底線嘅政府呢，無論你誒喺、呃、傳媒裏邊聚焦如何施壓呢對而家嘅政府係冇用嘅。我覺得已經嘅，因為佢哋根本上呢係誒面自幹，係已經去到亂翹咁噏噶啦。其實你睇到嗰啲官員出嚟。 即系你骂你闹佢，咪有得你闹咯。然后佢咪自己继续讲自己一套咯。香港人继续唔相信嗰套嘢咯。咁咁然后传媒嘅角色就变成一个传声筒。你而家睇到嘅其实变成宣传部啊，中宣部啊，其实根本唔系传媒。T V B 嗰啲边度系传媒嘅，系嘛？咁所以我觉得诶，亦、呃、都系咧，将立法会变成系一个毁咗、阉咗之后咧。 變成一個提款機之後咧，下一步對付傳媒呢、這個係理所當然喺中共嘅部署裏邊，咁然後好快就到假新聞立法，跟住到外媒到呢個嘅網媒，誒、呃、物相其類我話，即係除咗我認識立場新聞嘅朋友之外，亦都係誒、呃、對於即係、就是、網媒嘅一個危機嘅一個警號嚟嘅，其實咁我覺得亦都係只可以保持住一種態度、就是，就係。 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至，就係、是、行得幾遠得幾遠，做得幾耐得幾耐，就係、是、一種咁嘅態度。離開香港去到温哥華，亦都係希望呢一年差唔多足一年，超過一年添啦。其實已經係就是、希望可以係喺一個嘅自由嘅環境裏邊，就呢個嘅香港嘅政治、中國大陸嘅發展、中美關係等等呢啲議題暢所欲言，亦都希望香港嘅朋友聽到我嘅聲音係可以。 提供到一个角度、一个观点，唔系净系 TVB，唔系净系有线等等，系睇多啲，特别系一啲嘅国际視國際視野。我希望，咁所以我对自己嘅承诺咧，对大家嘅承诺，无论出边可能下一个系做新闻又好，点都好，我系用只可以用自己嘅力量去承担我自己能够做到嘅责任。咁就喺节目里边尽量去。 即系呢八集嘅节目呢，都系一个尝试，多啲嘅知识嘅内容，少啲嘅情绪发泄。咁当然有好多类型嘅节目，有啲人好中意睇发泄嘅，咁我觉得冇乜所谓。其实百货有百客，咁亦都希望有多啲嘅诶自己嘅分析喺里边，咁将唔同嘅新闻将佢串联起上嚟，就等于当初去创办呢个嘅主场新闻嗰阵时。 就我自己提出嘅一个睇法，叫做做一个新闻嘅策展人 （news c r e a t o r 有阵时好悲哀嘅，即、就、系、是、我估唔到，我咁多年由二零一二年咧，其实创办嗰陣時，咁中间亦结束咗，到主场新闻重开嗰陣時候，我都冇参与啦，已经系咁但系嗰啲嘅 T.C. 啊、Tony 啊，全部都系我认识嘅朋友。咁所以我就系话系一个系好愤怒，亦都系好。 好 sad 嘅一件事嚟嘅，对我嚟讲系睇住一个一个嘅朋友，卢峰啊、李平啊、张剑雄啊、罗伟光啊、黎志英、陈佩敏啊、陈佩敏嘅丈夫钟佩权啊，系全部都系我认识嘅人，曾经共事过添，有啲系，咁亦都系一个一个坐进监狱里边，而自己系无能为力，咁、这、呢个系会好容易令到人崩溃。其实，咁但系我觉得对自己嘅要求就系做好自己嘅手头上应该做嘅嘢，我觉得。 所以好多人可能一開始點解見到我冇，仍然係跟住我自己嘅計劃去講中國二零二二年嘅經濟發展，就係咁嘅原因。咁仲有尾一集呢，我就係會講香港嘅。咁但系咧，就同大家講講呢，就係、是、我會準備一個特備節目。呢、這個特備節目呢，就係、是、誒、呃、香港二零二一年嘅回顧。咁有好多人就話：喂，誒、呃、有冇意思呢？我覺得有意思。啊，呢一年裏邊咧，香港失去咗好多嘢，我覺得包括而家發生嘅事。

星期四，咁咧就喺 YouTube Live 里边做一个嘅直播，咁就系呢个二零二一年嘅回顾，咁希望大家到时见到你哋，拜拜。